take it easy。希望每一个人都是立中华民国，不要立个人，立中华民国，立台澎金马这块土地。你看呢、啊？太紧张了。那你有什么话对柯参对侯参选人说？侯友宜说 ：“Take it easy。”Take it easy， 他刚刚有话对你说，哎，你要听吗？那他讲什么？万一我说错啊，高教授帮我补正。他说：“立中华民国，立台澎金马，才会立己。”你看呢、啊？太紧张了。这轻松一点就好了嘛。就很难轻松啊！国家大事怎么轻松？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哦，政治要落实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呢。不要每天都拿高帽子来戴，真的、啊，我跟你讲，我实际执过执政过的人，我非常清楚，老百姓关心的是他家门前水沟有没有通，路有没有平，灯有没有亮，真的我没有骗你。你跟他讲那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，他觉得很遥远呢。所以我们还是要政治要落实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，政治的核心是执行力，这是我作为一个外科医生出身的政治人物的信念。你有什么话要对柯参选人说呢？很好的议题啊！喝酒顶忙对，最后一题让你讲，多讲一点没关系。柯市长哈，其实跟我也蛮熟的啦，因为我们曾经有双北合作的经验啦啊。每一个人都有优点啊，每一个人也有不一样的看法，我都会给人家充分的尊重。所以柯市长跟我的沟通不会有多大的障碍，但是他的个性的想法我会也尊重，因为尊重还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嘛。那柯文哲市长其实我跟他的沟通有时候用打电话也可以沟通啦，不一定要面对面的沟通嘛，我们尽量在之间的歧义点把它找到一个更能够解决问题的。甚至有时候我爸爸常讲一句话，他说我爸卖猪肉了，他说你那个猪肉再切你要切大块，那个斤两要多让给别人一点，你不要切大块，你还不要切得刚刚好，你要切多一点给别人。庆头吼爱好较灵光呢，啊那人再来给你买买个买地吧。那小时候我在菜市场长大，哎，这个有很大的意义啊，所以利他才会让这个国家更好，利他也是利己，所以人生是用这个方式去看待，而且给别人机会，给就是给大家机会，就是给国家机会，所以有时候大家换一个想法去看待一件事情，没有什么事情不能谈得成功，但是不要忘了守住中华民国，守住台澎金马这块土地人民，能够做到，这才是最重要。所以我期待大家都有共同的想法，大家能够把它做到，才是最重要。所以你还有时间的话，在最后讲。没有的。所以你最想跟他说的是利他。对，所以啊。所以你最想跟他说的是利他才能利己。我说，我还是想跟他说一句话，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是立中华民国，立中华民国，不要立个人，立中华民国，立台澎金马这块土地，不是立个人，这才是我真的要讲的话。立中华民国，立中华民国，为台湾所有土地的人民保他的平安，保他的经济，站在立这一块，其他的都是在后面，个人永远是在后面。所以利他这个他是讲中华民国，利他是利中华，因为待会我要转述给柯市长听，就利中华民国才能利啊，利台澎金马啊，才会有利己，才会有利己哈。待会如果转述错误都是我的错，没有啊，有那么多见证啊，这样无意中让你们擦出火花就是我的错。讲到说希望可以尽快，这个尽快到底是多快？因为十月都已经过了一半了。对我们来讲，我们没有预设时间的底线，我们希望尽快，越快越好，因为毕竟时间相当的赶嘛。好，那我们当然最希望是十月底前
人选可以拟定。好，所以包含你，因为现在前期还要谈非常多的细节嘛，所以要尽快的能够让国民党有善意的回应，然后我们尽快坐下来谈。我想只要国民党能够释出善意，在我们的 A 案跟 B 案，大家谈完内容跟细节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开始辩论，马上就可以做民调，所以很快的，社会上期待的在野最强的人选马上就可以出来了。有关昨天经普通执行长的说法，我们感到相当失望，也相当的错愕，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金普聪代表的是谁了，因为一下说要谈，一下又说没有下一步，一下说有善意，一下又说不用再谈了，这个我们其实也是相当的错愕，也对于现在的局势感到相当的失望。那对于这个折中方案的部分，我们认为这个跟比例是没有关系的，因为主要还是说国民党提出来的方案是可行性是有问题的，时效性也是没有办法达成的，另外就不用再讲具有这个科学的这种有效性跟可信度，这些呢都是必须要经过社会大众的检验，那这跟比例是没有关系的，我不会因为说变成 50% 我的时间就可以节省一半嘛，我不会因为变成 50% 我的这个可信度就增加一倍嘛，这个不是简单的数学的问题。